凤鸣虎啸，传千里，惊天一界，我为尊。终于等到这一天，不枉我苦心安排，不知你能满足我吗？我先到，承让了。臭小子，承让什么？你还当师父像你一样年轻气盛吗？臭老头，你开头占尽优势，那得意劲儿可是藏都藏不住，当我瞎了不成？刚刚的混战中，你被数十人围攻，也不见落入下风，还是老当益壮的很呢。只是些小喽啰，不如你一人单挑五个帮主。哎，看来我已经过时了，不能同你相提并论了。哎，臭老头，承认轻功不如我就这么难，非得东拉西扯的。身为武林盟主，这连小事都要计较，方才你号令群雄的底气哪儿去了？哼，我可不想和亲人说话都端着盟主的架子。哎，先别提这个，臭老头，你到底认不认输啊？嗯，好吧好吧，是我轻功不复当年，我败给你了，疼了吧？对了，方才回城时，我帮助了受人欺负的女子，这是她答谢我的事物，我拿着没用，你要吗？帮助女子，原来是这样才耽搁了，这不是碧海鸳鸯玉佩吗？哎，此玉佩需在碧海城隍庙连续祈福百日不间断，才能从住持手中求得。传说将这鸳鸯玉佩送给心爱之人，双方必能百年好合，可以说是近来最火的定情物了。唉，祈求来的玉佩里头不知寄托着多少心意，已经不识风情，怪不得到现在我都没个师娘。什么祈福，最终还不得是向住持买来，你不要便罢，现在家里人多，我拿去当了换几个钱就是。哎，别别别，这玉佩难得，玉器被你当了，还不如我收下来。想将玉佩送给谁？是哪个倒霉女子得照顾你一辈子？臭老头，这事你倒是比我还烦恼啊！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先回房去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大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小英，你们来了，这样正好，你托我买的药材就不用特地拿到药王谷去了。谢谢大哥哥，这个给你，当做替小英跑腿的回礼。这是槁木新生丸？是我亲手炼制的。大哥哥，你说小英是不是大有长进？小英你太棒了，进步神速，看来药王谷后继有人。小英要学的还很多呢。哦，这丫头懂得谦虚了，看来不只是制药，她的性格也成长不少。小月呢？你都在忙些什么？月儿方才帮梁师傅保养兵器去了。这臭老头怎么勉强女孩子做这种粗活？没事的，少爷，月儿本就擅长这些，这一点都不勉强。哎，对了，小月，这是我帮你带的银丝糖和风筝，好好玩吧。臭老头再叫你做些杂事儿，也别理他。谢谢少爷。小英，你说过要教我放风筝，我们快开始吧。好，小月也说过要让我尝尝银丝糖，可不许耍赖。对了，姐姐正在准备晚饭，若要找姐姐的话，她就在厨房里。晚饭嘛，正好有点饿了，去找小猫蹭点吃的吧。臭丫头，你怎么也在厨房？你对厨艺一窍不通，就只会吃面，可别越帮越忙啊！关你什么事？梅姐答应替我做上次那种紫薯面，我在这里等着也碍着你了。是那种紫色汤头黏糊糊的面，哦，我还以为那面有毒没敢吃，想不到臭丫头你倒是挺爱的。说的好像我要毒害神美似的，面又不是做给你吃，
少在那儿嫌东嫌西。就是嘛，我跟梅姐关系可好了，你是不是想挑拨离间？哎，你们初见时针锋相对，吵得都快把我家拆了，没想到才几碗面功夫，你就被收买了。哎，也就够我头疼了。现在我眼前就像有两个你似的。小猫，你这话不对，这臭丫头的才智啊，怎么能及得上我啊？小猫，你这话不对，这臭小子傻得很，怎么能比得上我？沈妹，怎么你也这么喊我了？你可别学那个臭无赖。哎，你们要是不想帮忙，就滚出厨房。哎，臭丫头，我们这样逗小猫，要是她在你面里下毒怎么办？我知道梅姐不是这种人，倒是最近杭州一带传出了制毒害人的事，你什么时候要跟我一起去除暴安良啊？啊，行侠仗义刻不容缓，待我吃过今天的晚饭，再睡上一顿好觉，立刻就跟你出发。难得大家聚在一起，就明天再去吧。那我先四处晃晃，待会儿在你房间里开饭，饭桌上见了。啊，真是悠哉啊。总掌门兄弟，总掌门兄弟。李兄，总掌门就总掌门，兄弟就兄弟，你老是喊他总掌门兄弟，未免太不成体统。是吗？我一向都这么喊他，多谢练兄纠正我，不然算了吧，饭团兄，我既是总掌门也是他兄弟，这样喊也没什么错，至少我不介意。要是练兄愿意，我也可以喊你飞白首席兄弟。不必了。没想到这两人说起相声也挺有趣的。哎，扯了半天，难得你们俩一起出现，是有重要的事吗？正是，夏侯掌门打算归隐养伤，但在继任人上难以抉择，最后决定比武论剑，选出下一任掌门。为避免失了公允，这场论剑另两派也会有人到场仲裁，你好歹是三派总掌门，更不能缺席。喂喂，比起李兄，怎么觉得你对我更没礼貌啊？夏侯掌门的意思是，论剑日期请总掌门示下，由我们带回去宣布，好让众人准备。黄甫义虽不是嫡长，但能力远胜众人，待论剑夺冠后就能顺势接任掌门，夏侯与你用意颇深呢。要我决定论剑的日期是吧？知道了，让我想想，有了结论再找你们。好，那我们先在此等候，若有其他事情尽管说，我等听候差遣。离开饭还有一些时间，我就到处晃晃再回房间吧。
这是我定下的时间。对了，我们正要开饭，你们要吃个便饭再走吗？下次吧，剑锋派已经闹翻天了，早一点把消息带回去，能让他们消停些。哦，剑义兄接下八法门之后成熟了不少啊。真留下来只怕打扰了总掌门一家和乐，下次咱们约在外头吃吧，我看醉仙酒肆挺不错的。喂喂喂，表面客气，实际上不动声色地诓了我一顿饭，你也太不要脸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约，论剑之事麻烦两位传达了。接下来天大地大，吃饭皇帝大，回房去等开饭吧。今天的菜真丰盛，是有什么好事吗？对了，今天是小英，你看后面供桌上也摆了一份饭菜，这是因为……没事，今天是我婶娘的忌日，所以才想说做点好吃的，大家一起陪她吃顿饭。没想到都一年了，我初到小西村还像是昨天的事。哎，臭老婆，你脸色那么难看，在想些什么？要是当天我在家，或许你婶娘不会死。要是……您是说岸上那骨灰坛内不是林女侠？不晓得当时是谁收拾了阿离的遗体，里头究竟又是不是阿离，整个村里竟没人说得清楚。要是有遗物在旁，比方说他的发簪，我至少能坦然放下。但这事确实奇怪，我问过阎乐，当时他为了一品红很快就离开了小西村，对此事没有留意，难道做手脚的是雀苍鹰？若是他，我定要打得他说出实情。但皇城投药后他也失去了踪迹。这话我不知当不当说，但据我所知并没有林女侠被带回魔尼教的消息，只是教主有没有其他指示我就不清楚了。好了好了，这桌菜是为了沈娘做的，大家这样死气沉沉的，她又怎么会开心呢？啊，是啊，大家笑一个，我们要开开心心的陪林女侠。再说下去菜都要凉了，大家开动吧。心中最难过的怕还是那臭小贼吧。少爷，这道肉不错，多吃点肉。小英，青菜对身体好，多吃点菜。看来这桌上就我和梁师傅没有人伺候了，梁师傅，是让我来替您夹菜。女孩子心思就是细腻啊，不像某个臭小子一点都不孝顺师傅。哼，臭老头，以前替你夹菜你老嫌肉麻，现在你的冷屁股倒是怀念我这张热脸了。嗯，大哥哥，你为什么要用脸去贴师傅的屁股？吃饭时能不能少说些脏事儿？你看都带坏小英了。若梅姐，少爷说他用热脸贴师傅冷屁股，意思是在说梁师傅不领他的情。小月小英，你们真是有趣。天哪，这是上天给我的惩罚吗？今日大家相谈甚欢，但我突然想起有件要事得办，大家慢慢用饭，我先离席了。臭老头，你去哪儿？别把我自己丢在这里啊。臭老头有事，我身为徒儿怎么能不帮忙分忧啊？等等我啊，我来帮你。臭老头，闪得太快了吧，是不是吃完饭觉得闷得很，想赶紧逃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啊？那你跟着跑出来做什么？再待下去我怕是得被他们的口水淹死了。你尚且如此，我更不会应付女人，不管是你婶娘还是香儿，又或是要是我能多理解他们一些，或许很多事会大不相同。不得不说你师叔在这方面擅长的多了。雀苍鹰，要是他真懂得怜香惜玉，就不会杀了沈娘，他连沈娘都未曾来祭拜过，究竟是逃避还是愧疚？要是能找到他，我一定……当心，这是阿离的发簪。
是沈阳的发簪。臭老头，你没看错吧？这是我买给阿离的，成天见他戴着，我怎会认不出来？先别管这个，发簪上绑着一张字条，快看上头写了什么。落雁谷，人人闻之晋升的秘境，知道谷中内幕的人少之又少，有能力抵达的人更是凤毛麟角。此处凶险异常，消息只在老江湖间口耳相传，我也是当了盟主才略知一二，只是此地怎么会跟沈阳扯上关系？传说落雁谷中有一部不世武学，只要通过谷主设下的考验，便有机会习得。我与阿离、雀苍蝇和香儿曾经前往该处挑战，只可惜因故铩羽而归，没有机会一窥谷底奥秘。我也听说落雁谷底天仙环绕，收藏着灵丹妙药和绝世武功，只要击败谷主，一切便尽归你手。天仙？我只听说过有绝世武功，想不到时过境迁，谷底又多了这些珍稀传闻。难不成送来此字条的人是打算利用我战胜谷主，不费一毛钱力气取走珍宝？哼，此人敢拿此发簪较真，或许跟沈娘遗体去向有关。既然如此，我就非得去会会他不可。或许雀苍蝇与此事脱不了干系，咱们分头行动，我去找雀苍蝇讨个说法，你便前往落雁谷查探虚实。只是落雁谷龙蛇混杂，那送信人又居心不良，你独自一人，记得多长点心眼。放心吧，我一介武林盟主，什么凶险的地方没闯过，对方要我孤身前往，定有些安排，但我又何惧？若是想使诈，也未必诈得过我。哼，车老头，你放心去找雀苍蝇泡茶吧。落雁谷这种江湖谈之色变的地方，就让我去一探虚实。梁师傅，怎么回事？那臭小贼怎么突然跑出去了？少爷神色不对，一定有事，玉儿要跟他去。不可。连玉儿都不能跟去，难不成大哥哥卷进了什么危险？那小子命有多硬，大家都懂。小英，你不必操心。他一人前往，有其理由。你们先回屋去，我再慢慢解释。哦，这往落雁谷的路肯定不是给人走的，若非我轻功过人，真不知该如何下最后那段山。来者何人？谷主有令，不论何人，欲入谷得先过本关。哎，这不是当今武林盟主吗？认得我就好办了，我有急事需到谷底，还请诸位让让。啥盟主啊，实力才是一切，要入谷除了打倒我们别无他法。哼，正是，不过就是乳臭未干的小子，若是选盟主时有任何一狱主在场，还轮得到你当盟主吗？什么狱主？哼，你一无所知就跑来闯落雁谷啊，还真是不知死活呀。我好心告诉你吧，这谷本为五狱，前四狱各由一位狱主把关，而谷底则是由谷主亲自坐镇，闯关者需通过眼、心、识、智四项考验，并战胜该域域主，才有资格到谷底挑战落雁谷主。所以关于送来字条的人只有两种可能，其一，此人已通过前四域的考验，正苦于无法战胜谷主，于是引我前来；其二，此人便是谷主本人。能通过前四域的人屈指可数，更别提我们谷主上任十多年来未尝过败绩。说这么多做啥呀？反正啊，他马上就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了。那诸位得罪了。这些人最多也就模拟使者的程度，想打赢我还早着。不过他们口中的狱主与谷主不知又有何等功力，这谷主必是身怀绝技，才能让众多高手臣服于他，说不定其功力不亚于柴药。若威胁之人便是谷主，除
除了实力高强，且清楚我与沈娘的关系，莫非这人是……信息不足时，先不要无端揣测。要知道我的过去不是什么难事，而且来信之人也未必是谷主。不要过来。那是……真奇怪，你为什么这么害怕？你这莫名其妙的疯子，别靠近我，离远点儿。阿喜不会对你怎么样的，阿喜只是想要去谷底而已。啊，这人怎么晕过去了？颜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疯婆子也在落雁谷，莫非沈娘的事与她有关？我不是颜乐，我是阿喜。你是阿喜？不对，颜乐不是城府深沉的人，此事就算与他有关，幕后黑手终究不会是他。若此时与他交恶，便什么都打听不到了。倒不如我先顺毛摸驴，问问他又干了什么好事。颜，我是说阿喜啊，这里这么危险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呢？我才不要跟你说，大哥哥是坏人，总是想要诬赖阿喜。哼，这疯婆子做了不少肮脏事，说自己不记得就赖账。当时要不是因为你，沈娘也不会。罢了，都决定放下了，还是以眼下的事情为重。对不起啊，我误会你了。这样吧，作为道歉，让我来帮你。阿喜大老远跑来落雁谷，肯定有什么要事，只要告诉我是什么事，我就帮你这个忙。大哥哥，真的肯帮我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那大哥哥可千万不可以食言哦。阿喜到这里是为了……我原本是想先去谷底了，不过现在我更想跟你玩。这，你是颜乐？你要去谷底做什么？哼，这是在跟我玩吗？猜猜看啊，猜中我就……等等，多砍你一刀好了。这疯婆子时不时就转变性格，这该如何相处啊？萌萌，你这一掌比当时在小溪村更有力了呢。为什么叫我萌萌啊？你不是武林盟主吗？那就是萌萌了。刚刚伤我的就是他，这男的八成是他的帮手，一起做了吧。我们被当作一伙儿了呢。颜乐似乎也想去谷底，虽然麻烦，但他武功不弱，不如……颜乐，想打我下次再奉陪，我们先合力闯到谷底如何？合力？跟你合力好玩吗？这样以后你每次打架都能多我一人，我们可以把这落雁谷闹得天翻地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颜乐在此处的原因，再找时间慢慢问吧。好玩好玩，那我们就来合力玩吧。落雁谷可不是谁都肯闯的，臭小子看招！这些人看似残忍，身手却都相当不凡，可别大意了。杀！不，有机可乘。敢打我？杀！水能穿石，其中的道理就让你见识见识吧。打我！杀！这小子没闪过。大哥哥，不要输啊！放心吧，我可不会败在这里。什么好玩的事？我也要玩。哼，这还不够两百出的？救命啊！这也疼！我操！太大了！哎呀！敢打我！水能穿石，其中的道理就让你见识见识吧。这也疼！轻点！哎呀！妈妈过来吧！戏不要惹！见识我的力！让我砍上一刀！嘿！大哥哥，不要输啊！放心吧，我可不会败在这种地方。哼，小试身手罢了。
虽说这些人并非顶尖，但已远胜寻常高手，这样轮番对战下来还真有点吃不消。你没骗我，果然好玩。可恶，兄弟们，今天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。好呀好呀，我也还没玩够呢。不行啊，人数太多了，得想个法子脱身，还得留着体力对付狱主和谷主。是谁敢跟我们七绝帮作对？跟我来。前辈为何要帮我？此地不宜多谈，跟我到安全的地方，我自会相告。大哥，这样就行了吧？我们是不是该撤了？撤，快撤！我可不想再和那个人有半分瓜葛。好了，现在安全了，他们短时间是不会找上来的。是怎么弄的呀？教教我。抱歉了姑娘，那可是家传武学，不外流的。前辈为何要帮我们？你所使的拳法可是师承梁仁浩？正是，莫非前辈认识家师？不错，我与你师父结识于20多年前，若非你师父，我恐怕活不到今天，所以才会出手相救。方才听两位想前往谷底，也是为了传闻中的珍宝吗？不，晚辈是被人威胁，迫不得已的。前辈，请看此字条。这是？请问前辈，对此字条可有眉目？这谷内龙蛇混杂，我也不清楚是何人会做出这等事。不过既然非去谷底不可，有些事我得提醒你们。落雁谷的每个区域间都有一座吊桥相连，在通过各域考验前，千万别想擅自通过吊桥。这桥上的迷雾不仅会阻碍视线，更会让人产生幻觉，诱使擅闯者摔下山谷。越这样说我越想试试了呢。萌萌，我们试着直接过桥看看好不好？好像很好玩啊。可是如果摔下谷去，后面几域就玩不到了，这样好吗？那还是照规矩慢慢玩吧。疯婆子就知道找麻烦，都前行不易了，竟还得哄小孩。通过每一域考验后都能获得令牌，将令牌拿给桥前的看守者，他们便会替你开路。你们得多小心啊，这谷里卧虎藏龙，哪怕商贩都有可能是绝顶高手，别小瞧任何人啊。晚辈再冒昧问一句，前辈对这第一域了解多少了？我要是有所了解的话，就不会被困在这儿了。我只知第一狱主是个捉摸不定的人，他把考验的题目放在吊桥前，想让闯关的人自行领取。我连第一个谜题都没能摸透，其他也就爱莫能助了。多谢钱。有谜题可以玩，我要玩，我要玩。唉，前途多舛啊。那晚辈告辞。